各位朋友，我是道心。今天就是农历的癸卯年，正正就是12月19日。今天的日子呢，梁凤仪，你现在正在揸机了。今天呢就是我们的杜汉章宗师，就是我们蔡利佛的宗师诞辰的日子。各位朋友，我们杜汉章国际总会秘书长，看下梁福相出来，我们杜汉章宗师，看下蔡利佛第四传杜汉章宗师啦，杜汉章国族总会秘书长何启全先生，是不是你师傅啊？是啦，你一个何秘书长啊，跟我们的宗师福相呢，现在一起呢，大家呢，世界人士呢，这个就是杜汉章宗师啦。跟着一个过来，何太，这个呢都是杜汉章徒弟来的。梁凤仪，你读下今天是什么啊？今日咧系农历十二月十九日，杜汉章宗师诞辰。今天咧，我哋咧以简单、最有意义、最有心意共聚，衷心纪念杜汉章宗师嘅诞辰。系啊，各位朋友，个镜头咧拉得我嗰度，哎呀，嗱，刚才大家朋友睇到咧。是杜汉章宗师的徒弟，他的夫妇啦，何启全先生和何太，跟住咯，就徒孙咯，睇我道心的徒弟啦，林次龙，哎，你睇下佢嘅师公呢个咧，系咪称庄啊？嗱，蔡李佛称庄啦，系嘛，林次龙，系啊，哎啦。你很熟的啦，正宗，你是庄的嘛，是吧？好啦，跟住又是杜汉章的徒孙，即是我徒弟啦。林次演，哇，左掌右拳啊，现在最现代的武术的礼啦。这个犀利啊，林次演你的师公这个啊，千子拳啊，是吧？千子啊，你很熟啦。还有。哇！呢、這個叫咩啊？變裝琴虎係咪啊？林志遠係到啦喎。嗯，你睇睇謝偉棠，你睇你嘅師公咩啊？哇！呢、這個叫做咩啊？霸王舉鼎。霸王舉鼎，你睇下鄭偉棠幾精神，揸師公幅相，霸王舉鼎。所以咧，各位朋友。今天我们啊，农历十二月十九日就是我们的蔡李佛，即是洪圣蔡李佛杜汉章宗师的诞辰啦。睇睇啊，何秘书长，哇！嗱，呢个咪杜汉章宗师咯。嗱，你睇佢嗱，佢嗰个履历啊，都几犀利噶。阿梁凤仪而家拉近镜睇睇。这个呢就是他这个老年的时候福相啦，也在隔离呢都见到啊，何太的都是杜汉章徒弟的。好，拍回我梁凤仪，你都有入镜啊，看看向世界人士最紧要祝福啊，祝福什么啊？新飞一年，是2024年，我们农历是什么年啊？林次龙系啦，跟住仲有，跟住嚟嗰年咧，农历系咩啊？大声啲！甲辰年。甲辰年，梁凤仪师傅，你预祝世界人士新的农历一年甲辰年新年进步，讲声祝福。祝福身体健康，全世界人士最紧要身体健康。好。